现在我们测的是这个78118的一个穿透力，就我们一个站在一楼，然后我们看一下到几楼是听不到的，然后看它的穿透力有多强。来，你就在一楼，你就一直说配合我们。来，我们先按到11楼，11楼是顶楼，然后我们来测一下，你们两个说，你说，你把声音放大，你这么说。喂喂喂，听得到吗？听到。对，听得到，听到。可以。就二楼。二楼可以听到。喂喂喂，可以。听到。二楼可以听到。二楼可以听到。三楼听得到吗？可以。然后4楼。可以听到吗？可以。5楼。可以。6楼。六楼。可以。7楼。七楼。可以。8楼。八楼。可以听。9楼。到9楼了。喂。可以。10楼。现在10楼。卡了。11楼。11楼。喂。可以听到啊，在11楼，然后我们现在在11楼，然后你说话，然后给我们听一下，我们现在到顶楼了。听到。所以说我们这个产品的话，从一楼到11楼，它的穿透力都是可以的，在10楼的话会有一些卡顿，然后我们这个穿透力会比这种传统的模拟对讲机相对会好一些，这个信号穿透力在垂直方向的。